個禮拜一定俾到你㗎啦。係啊，唔會係開情故事㗎啦。基本上都 OK 嘅，但係點解呢度得一期嘅？下一期我下个礼拜一定俾到你噶，我唔系成可以帮到你嘅就即系咧喺呢间公司咧，你咧就要同人沟通下，打下交道，倾下偈咁样啊，即系唔系玩自闭啊 ，OK？ 其实之前都见过你噶，不过唔知你叫咩名，所以冇。算是最感动，愿意携手天上山细枝，令每段也都动人。我见到似一本小说嘅女主角，我好中意佢，但系佢又谂唔到。好简单啫，你咪写到佢好中意你自己咪得咯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离你好近。你唔记得我咩都可以改嘅咩？其实我一直都好中意你嘅。呢本书咧唔系好好卖，不过咧我觉得写得唔错啊。但系个女主角咧，如果唔系跳楼死，系俾毒药毒死嘅话咧，会更加好。好混吉噶。我改写了一个故事，但我发觉原来我没办法决定个结局。能使我得安稳梦想里，原是你在我身边，任谁介入我